哎，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了？咱们都说好了吗？商量商量再定。你怎么还直接找学校去了？商量什么呀？我早就跟你商量了，你磨磨唧唧的。 老没有一个回话，那你得跟我商量吧。这书是我在读，哎，是你在读，那不我们得共你在读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再嚷嚷了哈。你们供我读书不代表你们可以左右我的选择。哎，我理科读得好好的，你们干嘛非得让我学文科？女孩子学什么理科呀？学文科多好啊！ 将来找一个安稳的工作，这小小的理科不也很好吗？人都说了，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数理化。去去去去去，女孩子什么走遍天下都不怕？哎呀，这傻孩子，妈妈是过来人，妈妈一定想得很周到。行了行了。 你要理解妈妈的苦心，妈妈这是为了你好。那是你的想法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我要走哪条路，你知道吗？28，29，30，漂亮，21。 22，24，哥哥多少个了？哥，啊，你干嘛呢？啊，五个。啊。 对啊，我早上听我妈说，小健哥昨晚答应欧奶奶说回家睡，结果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欧奶奶可担心了呢。你们说，小健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 你知道吗？咱们街道上的那个小小姐，
就是那个马小小，他原来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学生大会上作为学生代表演讲的。哎，那么厉害啊，那你得好好向人家学习，人家可是尖子生。你傻笑个什么劲儿啊，你说都一个街道的，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人家还是个女生。哎呀，现在呀，一切都得靠自己了，你呀得好好把你的学习抓一抓。吃饭吧。妈，怎么又没有荤菜啊？就没点别的吗？不是说好了开学第一天会给我弄好吃的肉吗？你们的爹还没站稳脚跟呢，这钱就被人给骗了，现在什么都还没有着落呢，吃什么好的呀？我这不去不就一时吗？哎，再说了，你不是在毛巾厂已经上班了吗？我才去几天呢。哎，易胜利，原来你是指望我来赚钱养家呀？你做梦吧你！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听好了啊，钱这个东西越花越少，我不替你们省着点儿，以后你们读书上大学，钱从哪儿来呀？天上掉下来呀？你说你2000多块钱你全搭进去了。都别吃这事情已经定下来了，就别想太多了啊。嗯。哎呀，小小啊，来，多吃点哈，知道我们这是为你好就行。妈，我也要吃肉。自己动手。哎，明年你也报考文科哈，到时候就可以让你姐姐好好的辅导辅导你。嗯。吃过了。好，待会儿孙总到家里来复习是吧？那你去准备吧，这碗我让达达洗。妈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！谁吃最后谁刷碗。快吃啊！秦妹儿，妈，不是我，不是一个味儿。什么玩意儿那么臭啊？这哪来的？哎呦，这也太臭了！这什么时间啊？是要下水仗吗？哇，什么味道？没什么味儿啊。哇，我顶，好香啊！臭鳜鱼，好臭啊！真香啊！老婆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你努力是应该的。来，开吃，趁热。我呀，多做了几条，放在厨房呢。嗯，我想让街坊邻居啊都尝尝鲜。
一会儿吃完饭，楠楠，你去给孙家送一盘鱼啊。嗯，专的。曾奶奶那儿呢，西西去送去啊。嗯，我们把人家墙给撞了，人还没让我们赔呢。嗯，是。马家呢？我去。一会儿我正好要去他们前台学习，我就送过去了，好好谢谢人家。马小小，这是我妈做的臭鳜鱼，别看闻起来香，吃起来可臭了，特意给你送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吓着了吧？小小，你总算来了，给我们讲讲题吧。这摸底考卷太难了。哎呀，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没在，他们都快愁死了。哦，我去欧奶奶那里帮妈买了点东西。啊？啊？那小静哥回来了吗？他该不会犯什么事情被警察抓起来了吧？哎，小好。湖南特产臭鳜鱼送给你们尝尝，我就一个人吃不完这么多的。你孙子呢？哎呦，昨天告诉我晚上要回家睡，也不知道又跑哪里去了。哎呀，现在的孩子和我们不一样了，现在都爱出去野，等玩够了就回来了。哎呦，我怕他在外面闯祸哟。哎，民警同志，这就是欧小姐的家。我姐今天跟我妈吵架了。为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我妈去学校申请，给她调到文科班了。啊？下这么大雨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我不想回去。巧了，我也不想回去。你警校难得放假，你还不想回去？哎，心里有事嘛。你呢？我跟我爸妈吵架了，他们非要让我去学文科。你文科理科都这么好。好不代表我都喜欢啊。是。那你呢？你有什么心事啊？我怕我说出来你会生气。你说。我不想念警校了。什么？小姐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！哎呦，开玩笑嘛！啊，小小，小小，我错了吗？你打我好不好？嗯，欧小姐，你不能骗我。你自己说的，开玩笑也不行。
我答应你，永远不骗你。哦。你干嘛啊？你是不是不太开心啊？没有啊，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哦，每次提到欧小健，马小小的情绪就像天气一样变幻莫测，阴天、雨天、晴天，我在马小小脸上看到过的所有生动表情，似乎都和欧小健有关。哎，醒了，醒了。终于醒了，醒了就好。好了，出去吧。哎呀，别吵。醒了就好，健呐。我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看看，看看你都伤成什么样子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你就死在这儿了。小健呐，你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，为什么不跟奶奶说呀？啊，明明挺好的孩子，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？你是不是打算到死都不告诉我？奶奶，我没事。我可不想我的儿子、我的孙子一个个莫名其妙的伤害自己。我这个当妈的、当奶奶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哎呀，奶奶，我想喝鱼汤。喝鱼汤。今天开学头一天啊，鸡蛋带上，饿了吃啊。爸，怎么姐是两个，我是一个呀？不公平！谁让姐姐比你学习好了？她辛苦啊，比你多吃一个怎么了？鸡蛋是你妈让我给你加一个。改文科的事情呢，妈妈做的确实有点不妥，但她是为你好，不闹情绪了啊。今天爸，我们就先走了，真的来不及了。啊，好，路上小心点。你还没吃完呢，吃完了。你把这两个鸡蛋带上嘛。妈，我喝饱了，你快吃吧，我来不及了，我要走了。你干嘛干嘛？哎，你还这个干什么呀？这不行，你是个学生，不能穿这个啊。关关鸟鸟，在河之洲，拉拉妇女不饶人。停！啊，什么关关鸟鸟？那叫关关雎鸠啊，雎鸠。雎鸠，我走了。哎呦，你说你都念了那么长时间书呢，还关关鸟鸟，这不你妈的，真是的。
儿子呢？打鸟去了。什么鸟？居居，快坐下吃饭。居居。奶奶，哟，今天是鱼啊？啊，小健，他住院了，想喝柴鱼汤。哦，他住院了，那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，哎，小事儿。哦，没什么事儿、哦。那没事就好。那我去买菜去了啊。哦，好好好。昨天好好的，怎么今天就不响了呢？西西，就是你慢，哥哥都等着你呢啊！你快点儿。西西，快点，我迟到了。幸亏我今天起得早，要都指着这闹钟啊，都得迟到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说就是好的吧，都是你们。李东东，快点啊，上学去啊！第一天上学都不能迟到了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走走走。走啊，妈。走走走。哎呀，爸，再见。哎。还有你呢，你坐在这儿干嘛呀？那我该干什么？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要学车吗？报名去啊！真的假的？你同意了？学车就要认认真真的学，记住了，安全第一。安全问题，请组织放心，又不是开火箭，开个车而已。保名费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问题了，没有问题了。嗯，有人在吗？谁呀？来了来了。那我们是街道卫生队的。哦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家每户都要进行公民检查，防止传染疾病断层。啊，那应该的。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来。我们接到医院的报警，说你是被殴打入院。最近呀，在严打，我们也抓了一批人。你看一下，这里边有没有打你的？应该没有。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什么叫应该没有啊？仔细看看，是不是他们？是不是他们？不是。哎，走好啊！你好，同志。你好，我们在调查一起案子，希望你能配合，出示一下值班记录。您稍等。易东东，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这什么呀？臭龙这还藏在家里，这可不行，不符合卫生要求。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食材，闻起来很臭，吃起来很香的。都臭成这样了，还能给人吃吗？我们也不给别人吃，自己吃也不行。处四海的工作必须是家家户户惯着执行。你们这样要是招来蚊虫鼠患，那就不是你们一家的问题了，全没收。哎呀，臭死了！哎呀，这个，
哎，桃姐怎么了？急成这样子啊？也不知道谁把我们给举报了，把我们家菜都给收走了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哎呀，这菜都给收走了，那不少钱吧？不过也不是，我说你豪姐，你干嘛做这么臭的鱼呢？都臭死，你怎么能吃得下去？我就想不明白了。哎，是你给举报的吧？不是，我早就看出来你看不起我们外地人。哎，你也不至于把我们给举报了吧？鱼都给收走了，我们接下来吃什么呀？你管我们伙食啊？啊？好，我管你们伙食。我凭什么管你们伙食？亏你想得出来，你真够烦人的。你举报什么呢？你凭什么要举报我们呢？谁举报你了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干扰了别人，知道吗？你说你起这么个媳妇，什么丽丽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我说什么呀？我要说什么？跟你们没得说。哎呦喂，你怎么着？你以为你好狠呢？哎，你把我全都告来，你有本事，你让联保队把我们都赶出这条街呀！哎呦，这种人，别急了，跟他一般见识。哎呀，这陈丽丽也就算了，我不跟她计较。哼，我早就知道她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可是那联防队为什么要跟她配合呀？啊，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臭鳜鱼是四害的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外地人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小声点儿。我干嘛要小声？我就嚷嚷。嚷嚷有用吗？哎，你们要找的那家在那儿。好的。没出什么事儿吧？啊？扔都扔了，你何必呢？我何必？孩子们整天都招不着一点油星子，我好不容易掖着藏着给他们改善伙食，你还说扔就扔了，我干嘛生气？哎呦，我真是应了那句话了，宁可要讨饭的娘，也不要当官的爹。你真是一点都不操心。这是你们家吗？谁呀？马阳街派出所。我们是麻阳街派出所的，易东东涉嫌牵扯一宗暴力斗殴事件，请让他跟我们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哎，老好，老好，哎，你醒醒啊，老好，哎，你怎么了，老好？我们家有那个香港买的那个老虎油，快去，快去，掐呀，你掐吧。安静，安静。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看你们的样子，出家玩都很开心啊。俗话说，物极必反，开心之后呢，就要收心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都给我把心收回来，明年就要高考了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是不是一匹好马，就看你们的马步扎得怎么样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梁小宝，我刚说什么了？你刚才说……我说了什么？你刚刚说……是不是好马？是不是匹好马？哎，马不扎的，我就看我马屁拍的好不好。你坐下，下面我来介绍两位新同学，其中一位是理科三班转来的，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，马小小同学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小小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好，马小小同学成绩非常优异，大家要多多向他学习。下面一位是转学来的新同学易东东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易东东，易是容易的易，东是东西南北中的东。易东东，谁是易东东？我是易东东，姓名易东东，性别
男。年龄？18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好像跟谁打架来着。打架？他连跟马小小说话都不敢，他还敢打架？8月30日晚上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家呀。再仔细想想，他确实在家。我向所有……没问你。我提醒你一下，那天晚上你在医院干什么？医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那天晚上下了好大的雨，我夜里憋不住了，起床去尿尿。我尿到一半的时候，发现二楼有声音，我就上去看了一眼，结果有一个人躺在那儿。哎呀，我当时很害怕了。但我想起了雷锋同志，我就背着他去了医院。然后我还查了派出所的位置，想去报警来着。儿子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别怕啊！你能不变吗？我没变呀，我没变呀。哦，我说呢，那天早上 你那么大早出门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想说来着呀，没人给我机会呀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应该主动说。我做个好事，我主动得这个人说。这也不对呀、啊，做好事不留名不是您教我的吗？是啊，对呀、啊。哎，那这么说你是学雷锋了？啊，那我们怎么没有查到你的报警记录啊？你们广州那么大，我没找着派出所。再说了，我做个好事为什么要记录啊？做好事心里开心就好了嘛。我心里开心为什么要记录、啊？可是你学完雷锋，就有人看着你穿着一条内裤在街上溜达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看你是狐狸精上身了，你疯了你！懒得跟你讲，这是禁忌。你今天要敢走出这个家门一步，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梁月成，你看看啊，你把手放哪儿了？你，我跟你说，你太不要脸了！我呸！我粗鲁。哎呦喂！哎呀，我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那我跳个舞，这日子怎么就没法过了？谁让你成为孤儿寡母了？哎，老天爷给我做个主吧！老天爷忙着呢，管不了你这种乱事儿啊！绿荫的小巷，旧日球场，一样的背影被夕阳拉长，错过的渴望，风中睡着，是我不安划过的年少。绿荫的小巷，呢喃山川，转角的头望你身上的光，追逐的追逐，总是不能。
抵达，简单的一句放下，后悔角落，朦胧中无言脆弱，徘徊有微光闪烁。往后是你流浪的一场欢喜，就让那些不安分的角落留下我偶尔脆弱时光遗忘的痕迹。